once, love remembrances, then I went to offer bhog to Baba. 我带着大家的思念，然后我去敬饭给爸爸。 爸爸给了我们大家充满爱的drishti，然后爸爸接受了这个净饭，这个食物。 然后爸爸说：“来，我的可爱的孩子，来吧。” 他说：“很美丽的孩子们，不只是你们是都是可爱和超脱的。”爸爸也会说：“爸爸说，就是那些超越的，内在超越，所有一切都是超越的。” I said, Baba, where is your gathering today? 爸爸，我就对爸爸说：“我说，爸爸，爸爸，你的聚会在哪里呢？你的聚会在哪里呢？因为每次我去到那里的时候呢，都会有看到这些聚会。”我跟爸爸说：“我们在这里有很大的家庭，但是你也是在这个聚会中的。”他说：“爸爸，你也是在这个聚会中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过了一段时刻，然后爸爸说：“这一世呢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你的每一个思想、每一刻、每一个呼吸，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珍贵的，因为你一直呢在争取收入，或还有积累。” 恒定的赚取，还有积累，因为不管你现在呢所积累的一切，你将会很多事的在使用它，所以这是非常珍贵的时刻，宝贵。然后爸爸说，特别呢，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你必须保持你的。 心智呢不被触碰的，触动的，触碰，也不要给那些资讯啊所影响。你必须把你的心智呢保持得非常非常的超越的。你的心智应该是非常非常精细和而且纯洁的，因为你有当你拥有这个非常。 精细或者是和纯洁的这个性质呢，不只是你能够，爸爸在解释说，你将会，爸爸所说的，你就会理解到那些含义或者是信号，爸爸所给的，爸爸也是说，当我们的性质是纯洁的时候，那么。 你就能够，爸爸说，你就能够得到，你就能够获得一切，然后把它成变成了你的内在的力量。所以你必须第一呢，必须保持你的这个心智呢非常的稳定，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爸爸的就是从爸爸那里得到的爱，我们成为有这个对爸爸有爱，然后我们就拥有这个充满爱的心智。 拥有这个充满爱的心智呢，你能够很好的去聆听每一刻爸爸说，你必须使用你的，你必须使用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辨别的力量，就是说你必须拥有这个力量，辨别的力量，每一刻呢，你都是要在做决定和辨别的，不只是。 要精准，但是呢，那是充满利益和充满力量的。所以爸爸说，这个时候呢，你应该不，你不应该浪费任何的一个思想、力量啊、能量。
在我们的心思和心智中，我们要积累，因为这个积累也将会帮助我们要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一个。这是非常珍贵的这个生命和时间，宝贵的时间。爸爸说他爱每一个孩子，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特别的，因为每一个孩子呢都在服务，有些以他的思想去服务，他的行为去服务，他的言语去服务。如果有些人不能够透过这样的服务，他们能够透过他的言语去服务，所以每一个孩子呢都是在做服务。那他们也在滋养着这个Yagya学府，也还有呢通过我们的正波，爸爸说就是散发你的这个爱宁静祥和的正波，爸爸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服务。爸爸说现在这个时刻呢就是要去理解每一个人的那个情感，你越多的理解这个情感，你就会有这个收集的能量，就是会对每一个人都有纯洁的思想。只是要对每一个人拥有这个纯洁的情感。爸爸说你将会制造一个非常美丽的气氛，还有美丽非常美丽的这个能量，那么任务呢就能够完成。爸爸给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爱给我们每一个孩子们。 Om Shanti。一个工具的情感，甜蜜的话语，在我们的言语中呢是带着甜蜜的谦卑，在世界的服务中，光的珠宝 Dadi Prakash Mani。 爸爸有很大的很伟大的这个版本，就是这些呢都是爸爸的伟大的版本，街市的鼓声将从国外传来，现在那将如何发生？因为应该举行一些主要会议，并给出所有这些事情的主要的要点，那就是从我们这里，就是外国的这个土地，肯定呢会响起一些街市的钟声，那个钟声就要响起，然后声音呢就会在这个国家发热传播开来。因此为此呢我们必须制定一个计划。摩希尼姐妹就问这是可能的，然后 Sister Mira 姐妹就说他们说这是可能的，因为现在他们已经意识到了铃声如何钟声如何响起，所以这是可能的。然后 Dadi Prakashmani 就说这是不是可能，是的，对，这是非常好的。 Mohini 姐妹，你使我们的心双重的快乐，这是有可能的。现在我应该说这是我的想法，或者说是早晨离家中爸爸给了这个情感。 Avna， 我感到当他们所有人都将增加瑜伽的力量时，随着世界和平，许多人获得 Avyat Baba 光体爸爸的这个版本，他们将以 Avyat 光体的形态拥有意象。我们看到了天使，或者是光或天使的形态，或者是在任何形态的力量，
在所有四个方向上都会听到这种声音，声音说有某些力量吸引着我们，把我们带到这里，这将是自然的声音。一种是说变得纯洁，另一种是自然而然出现在每个人，浮现在每个人的心智当中。然后现在我们将必须保持纯洁，这种 sanskar 就是习性的，会自然的呢浮现在每个人心中。Om Shanti. Om Shanti. Dadi Prakashmani was. Dadi Prakashmani 说，这是充满爱的。Very generous heart. 一颗很大的心，慷慨的心。Big, unlimited. 他的思想呢都是无限的。他一直呢就是在想全世界的灵魂们。他也是在想那些圣人和圣贤们，然后会邀请每个人，他们应该来到 Pandavavan。所以我们都爱 Daddy。他给了我们一个任务。我也是在想，我有几个想法。就是早上我跟这些小组呢分享，我们应该要开始些什么东西呢？how do we serve our 就是说我们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要怎么去服务这个世界，还有这个朋友们。我们有一个就是会议，然后我们需要再有这个会议。It seems that my name is very easy to pronounce, right? 我的名字是不是很容易讲出来呢？Daddy 一直在说哦 Mohini 很容易，对吗？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能够去吸引其他人。早晨我醒了之后，我就有人问我。Everyone has scripture in there.哪一个是你的经典？有些人是说梵歌是我的经典，有些人是说这个圣经是我的经典。我应该怎么回答呢？当然我当然会说 Murli 就是我的经典，因为我们所学习的一切呢都是从 Murli 来的。所以在我的内心呢，我感觉我对每个人感到说，无论什么样的什么经典，每个经典都是智慧，就是祝福解决方案还有答案。所以 Murli 呢就是我们的资源，只是说我们不没有把它就像他们的经典那样的做成那样，所以 Murli 就是我们的经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理解这个真理，然后成为真理的化身，是只有可能呢，只有通过母理，这才能够，这才是可能的。因为不管是什么，他们在说心智呢，其实他们是在用他的头脑。这个头脑很好，这个头脑是那样。很少人会用这个词心智。当我们来到爸爸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是获得了这个灵魂的这一堂课，就是我们理解到在这个灵魂里面呢，有三个那个操作嘛，对吗？在第一个就是心思，第二心智，第三是你的 sanskar 习性。所以当我来这个知识的时候，
我的老师，我也忘记那个时候是谁。我就问他是什么东西能够转变我们，是心思还是心智还是我们的还是习性？有些会说我要改变我的心思先，有些说心智，我的心智应该改变先，因为当心智理解了的时候，当理解的时候，那么将能够呢，就能够去给出回答答案，因为心思呢，它就会制造很多的想法，但是心智呢，它能够控制，控制和引导这个心思，非常非常重要的。爸爸说，我们的这个心智就像什么呢？So when Baba says golden vessel means what? That intellect which doesn't have any alloy of any kind. 就是那个金的那个工具。So whether it is clean in. 我们的心智就像那样。我们要有这个清晰的这个心智。但是只有现在我们才明白到这个心智的含义。所以。当我开始在读母里的时候，我们要有自己那个方式如何去读母里，然后内在呢，我其实不只是通过理解来得到利益，但是我要注意的是我的心智是怎么样被吸引的。爸爸说，他们用他们的心智呢，去如何去到这个太空啊，或者是去到月亮那里。但是你们的心智是，就是引导我们，指导我们或者引导我们如何去学习。因为，就是几天前我有一个这个几天。我有个感觉说我们的心智是如何被牵引的，吸引到哪里？即使在这个铁时代，不要被这个吸引什么东西在这个世界，什么，我们的未来是怎么样，这个世界将会发生什么，不要被那些所牵引到。不管我们在什么哪一个国家，住在什么国家，哪一个国家。因为爸爸说我们大家都是中巴人，但是情况政治方面啊，或者是社会方面的这个情况发生，有时候我们会被这些所吸引了，因为我正在内在挣扎，我没有去，然后我们就挣扎，我需要知道这些吗？所以变得很挣扎。你也是，不是说你完全不需要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你一定要知道一些的。我们也要有一些少少的一些资讯。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心智呢会被这些东西所吸引了，所以，我就发觉到我只是发觉我在准备好自己，我要做一些东西，然后使我的心智呢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吸引。我知道，有一次我们必须要就是打开我们的电脑，我们要做我们的工，检查我们的这些邮件这些，所以是不是检查一下我的心智呢会被这些东西所吸引吗？然后爸爸呢，就是他讲的就是充满爱的心智，然后就好像 Mira， 你知道 Mira 他很爱这个 Krishna， 他只是在说 Krishna Krishna 就是了。那么，然后他的
然后他的那个心智呢，完全呢跟这个世俗的关系，这个世界呢脱离关系啊，就是没有，就是他就断掉了这些，断开了对这些世俗的东西，因为他只爱 Krishna， 像我们一样，他就是那样的爱啊 Krishna。当那里有理解的时候。谁是这个 Satgati？ 就是拯救的这个给予者 ，Gati Satgati。有时候我们都时常都会这么说，就是怎么去解释？就是这个 Mukti 和 Jivan Mukti， 就是解放和解生命中的解放这个词，所以 Gati 其实呢就是解放和生命中的解放的意思。爸爸说我们是这个神性的这个拯救者，我们要拥有这个解放和生命中的解放。其实从来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拯救这个词的在摩利中，但是现在用这个词，让爸爸时常说爸爸来把你带回家去，那个也是叫做解放和生命中的解放。爸爸也给你这个幸福快乐，那个就是叫做生命中的解放，就是摆脱所有的痛苦和邪恶，那个就是新时代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在慧和时代要做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努力。爸爸说你们孩子们必须向全部所有人解释展示这个解放，和展示他们回家的和还有未来的这个王国的道路。还有呢就是你得到了这个解放，然后理解我们应该成为什么，那么我们就想 Krishna 对吗？我们就想到 Krishna。 我一直都会给Brahma Baba 的例子，这个 Brahma Baba 拥有的一个一直都有的这个意识是，我将会成为什么？然后他的脸呢，充满笑容的，非常就好像小孩子那样的，非常美丽。因为他一直会说，我明天呢将会成为 Krishna 了，对他。所以我的爱呢，我的心智呢，爱。就是跟这个有联系而已，就是那个给予者，然后去展示这个生命中解放和生命中解放的道路。然后我要成为什么？我将会在这个生命中解放中呢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像 Krishna 那样呢？所以我们大家要拥有这个意识。然后我的这个心智呢，爱，就是去向那个解放生命中解放的那个给予者。你先想想一下，每一刻，当我会在哪里？什么会使得我自由？是什么东西会使我恒定的宁静祥和和幸福快乐？那么唯有那样我才能够去向其他人展示这个道路嘛，因为我也是在这个旅途这个道路上呢就是在这个道路上的。我们每一刻都要拥有这个充满爱的心智，然后我们能够引导，就能够把
引导他们去到这个解放和生命中解放，回家和去到新的王国新时代的这个道路，就是在这个时候汇合时代，我们就要拥有这个努力意识。当然我们只要对一个人有爱，我们的心智，我们也是要对每个人呢充满爱的，爱的这个能量就能够解决了结所有因果障碍。当你拥有爱的时候，每一切事情都是变好的吗？对吗？所以我们每一次呢都是在了结我们的障碍，有时候有冲突痛苦。如果我拥有这个心智的这个爱的心智呢，那么我就爱每个人。这就是我理解如何理解，还有我的联系，然后我就马上呢就得到这个利益。一旦我说我已经就是找到了这个在我的心智，神在我的心智中，当然我一直都是有爱，但是当我知道爸爸就是那个拯救的给予者，我还是在我的心智中呢要有很多很多的检查，就是保持在爸爸的爱中，然后从爸爸那里得到居地。Om Shanti. Om Shanti. 大家。If there's one word that connects the book, 这个词就是刚才滴滴跟我们分享刚才那个进犯的信心。心智就是这个词，心智。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最重要要了解解决这个心智的这个事情。这个解，我们就会这个星期呢，我们就会专注在灵魂。我们专注在这个灵魂，然后有时在神时间。然后就是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因果。爸爸在牧里中非常有兴趣，就是要很，如果你能够专注在每一个东西呢，就是很有兴趣的。所以我们的这些材料呢，我们要去搅拌它，特别是在So we want to go into the Murli and bring out the real jewels. 我们要把它就是真正的珠宝呢给带出来。我们要真正的去理解这个真理的这个经典的真理。这是灵魂的智慧，也是祝福。爸爸说，他说。它就是那个海洋嘛，所以很多东西会到来，然后你只是要去选择，所以在模拟中能够得到很多。最重要的这个例子，今天的例子，在这个模拟中，就是我在听这个模拟的时候，对我说，就好像地图一样，模拟就像地图一样。就是。你就要成为像 Krishna 那样呢，你使你的心智呢成为解放。是怎么去成为这个拯救。就是那些刚才讲的解放和生命中解放的这个技术。当然。我们要保持这个知识，然后我们就会安全。所以我在开始这个灵魂这个版本，
在祈求什么呢？当我们在祈求一些某些东西呢，我没有，然后你把它，如果我发觉到我是一个那个永恒的灵魂，其实我什么都有的，我不用去祈求了，我只是要去想我要成为什么，我要进入我的灵魂里，然后把这些都带出来，然后打开所有的秘密。还有一些就是膜拜，就是他们在就是膜拜嘛，然后如果我在就是对某个人就是鞠躬啊，就像其实我自己本身呢都有这个美德了，但是我还是去在祈求，我不是在膜拜他们，但是我要成为那样，所以我要理解这个 Murli， 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就是心智的好好的使用，我们必须要拥有这个纯洁才能够运作，要有转变，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心智呢都会要有做一些事情的。Understand the intellect. 要理解。所以我们要记得爸爸，然后能够把我们这个锈呢被给移除。甘露时刻呢，非常，就是非常的美的。今天在甘露时刻呢，就是他们所我们所练习的是，我将从每一个人中呢断开，并将自己。We all need to reflect a little more on intellect. 我们在就是在多做一点反思，在这个心智方面。That is really the main. 这个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能力呢，在这个灵魂中呢，就是这个心智，不管是在世俗的这个学习啦，或者是工作。有些他们拥有很好的这个心智，但是他们心智和这个知识呢要改变，是说要成为明智的，然后就变得一个很广阔的眼界的人，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很有充满智慧的，但不代表他们是明智的，他们只是在他理解生活，正确的生活，和谐的关系。最重要呢，不是只要知道那些而已，但是最重要我们要跟神联系。So their advice, their any thought. 那个有明智的那个心智呢，他们会就会把这个知识呢成为他们的生活那样改变。所以我们要在检查整一整天呢，我要检查我的心智，为什么突然间呢，我的心智呢会被某个吸引到某个方向去了。所以在爸爸一直在跟我们要我们演练的，就是在一秒钟呢我们要保持稳定，所以每一秒都要保持稳定。你就看一下你心智呢，就像那个火焰，它应该不会闪，就是闪动的，应该要稳定的，就好像我们说这个心思呢四处的游荡那样，或者是心智四处游荡，就是一直去到那里游荡到这边那边那样。然后爸爸在讲，就是心智的这个专注，
我们的心事，我们大家都应该要保，要照顾好这个心智。心智会明白，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也是要明白心智，是非常有力量的，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不，这些小事情，不要被影响。心智的那个能量呢，最好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可以练习呢？就是那个交通管制的思考。所以那个时候呢，你保持寂静，因为当你有这个就是你要练习这个寂静的心思。所以当我的心智呢变得寂静的时候呢，我才能够跟爸爸有联系。所以非常重要的这个能量。还没有来到知识之前，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心智呢是充满这些东西的，然后我们也非常的小心谨慎。我们只是在想这个心思而已，但是其实是那个心智呢，能够是在引导这个心思的。这个心智呢，就像那个向导，所以他会改变这个思想，还有我们的行为，还有我们的习性。那么习性将会改变，就是如果你的习性改变了，你就能够去支持这个心智。所以我们开始，当我们开始我们理解这个心智的时候，所以我感到我们在就是这个学习模拟，所以非常这个概念呢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我相信，那么我的这个概念呢应该要很清楚，很多很多的概念，对吗？很多人在想心思和心智是分开来的，他们说心思和心智是分开来的。听不到了。 Hello Welcome back. Yeah, I do. I don't know, we're in a remote place here, so sometimes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因为 Brother Ken 呢，他的地方会比较差那个网络。I don't know, I just wanted to share the things for tomorrow, actually. 我只是要分享明天要做的功课。The thread that looks like is appearing system when is actually this thing of the intellect, and it's very appropriate because 是在讲，就是跟我们在讲啊，迪迪摩尼尼在讲关于这个心智，所以我们是灵魂，所以我们要专注在这，然后改变。所以明天的练习是，所以每一次在这个交通管制的时候呢，我内在的在这个海洋的知识的海洋中的有多少的快乐和起舞着。所以每一次的这个交通管制呢，我要去保持这个思念，然后记得那些能够让我起舞的这个知识。爸爸说关于你的兴趣心就是思念的兴趣，爸爸今天也说嘛，所以我们会检查我们就是在我们这个兴趣中呢，思念的兴趣中呢，多到了什么程度，我们那样的起舞着。
所以交通管制我们是一个纯洁的灵魂，从旧世界的吸引中呢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要，第三呢就是对检查表的体验，从对爸爸拥有坚定不移的爱获得意义。明天的练习就是，我保持在这个知识的陶醉中。 说我是一个84世的灵魂，所以明天的练习。所以我觉得，可能有大家都在那里起舞着，这个就是检查表，你可以使用它。 哦，这个是他的历表，完整。 Yeah, under the samjhe. To abhi main. 所以，当在做我们在执行行动的时候呢，可以保持种子境界吗？ 大地讲解说，如果你们在种子境界中执行行为，你们将保持在灵魂意识境界中。当在执行，就是当在执行行为时，如果我进入了扩展，浪费了，那就浪费。境界的意思是我拥有内在理解它。如果我浪费了，我既不是，我既不是灵魂，也不是至高无上的孩子。大地说。 这就是爸爸说的，不是吗？他就问daddy，daddy，这是爸爸说的，不是吗？今天，即使daddy说，我们获得了光的王冠作为礼物，在那双重光的王冠面前呢，那里呢就是镶满了珠宝的王冠，没什么的。光的王冠呢在哪里？在那里，就是在这里。daddy Guza就说。 所以我们要看，我们是如何成为爸爸的这个孩子。所以，爸爸是给这个。所以，daddy讲解就说。 只有当我们浮现了这个光的王冠时呢，我们才会在今世代获得王，就是这个王冠。当我们执行行为，拥有这个意识时，我是种子的孩子，我的爸爸是怎样的，然后通过我的行为。今天daddy说，通过我们的脸和行为呢，以及光芒，sakash。 将会感到凉爽、凉快。我已经看到，在某些地方很冰，就是很冷；有些地方呢，很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我在冰岛看到了非常美丽的这个景色，山间的那个水呢，来自不同的方向，他们有类似的这些体验。所以，daddy姑丈就说：“你们也正在体验着，不是吗？我也在。” 在那体验中，并在那个境界保持稳定。然后daddy讲解就说：首先必须使自己呢，使自己成为灵魂。daddy Guza 就说：当你意识到灵魂时，灵魂就会到父那里了。daddy 讲解说：他们将到达爸爸那里，他们将坐在家里，他们将品尝到在家里与爸爸同坐着，然后灵魂和身体分离，超越了身体意识。 爱上了爸爸呢，坐在家里就能够这样的意识，保持意识并使其他人意识到我应该提醒他们什么意识呢？无论什么在我的意识中，他们都会浮现在他们的意识中。就像我看着你，我就拥有爸爸的意识。一旦呢，他们看到你呢，他们就会记得爸爸。当他们看到我时，他们会被提醒的很多。 daddy Guza就说：“当我看到你时呢，我得到境界的震波。
Daddy Janki说：“我正在学习，当我看到你时，让我想起了爸爸。我必须提醒自己，记得爸爸，因为我必须创造那个境界。”Daddy Gu说：“不，如果你要思念的话呢，那些你有思念的话呢，那些正波会来的。”所以这个就是Daddy和Daddy。 Janki的这个交谈，所以他说Daddy Janki就说你说的对，我保持，就是我保持着这个，这个就是我保持Daddy在前面，我就是在你的后面，无论如何，我们会再看着你，我们看着你呢，我们不需要去提醒哦。 爸爸有爸爸的这个提醒了，我们很自然的呢就会记得爸爸，看到Daddy Gu说，Daddy Gu说这个就是这一部分，这是我们的这个部分，Daddy Janki说这是特别的一个部分，我正在学习，就是到了那个程度呢，我记得爸爸，就好像看到你呢，看到你呢，我就是看到爸爸了。 Daddy Gu就说：“看到你们呢，看到你呢，大家呢都非常的就是专注了，所有的这个漫不经心呢，和这个就是将会淘气呢，将会结束掉。” Daddy 是不是你？